大家好，我是 Louise Lam， 我是来自嘉禾，我是心理治疗师，也是注册的婚姻及家庭治疗师，也是美国婚姻及家庭治疗协会的临床的督导，我也是呢 NADA 的针灸排毒专家。今天呢，我会谈到怎么样用耳针的疗法治疗戒毒，同时呢，也治疗精神的健康。其实呢，很多接受耳针治疗的人呢，都报告说，耳针对他们呢，抑郁症、焦虑症，或者是精神有困难集中，或者身体觉得疼痛，等等的症状呢，都有帮助的。其实呢，耳针疗法呢，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，就是呢，把针呢，刺激五个穴位。就是交感、神门、肝、肾、肺五个穴位。这个针呢，留在这五个穴位大概30到45分钟，而且呢，用小组的方式进行。另外呢，也有其他的方法，除了用针之外呢，也可以用粽子，还有呢，金包的瓷珠。刺激某一些穴位，举一个例子，就是用磁珠刺激反神门，就是耳朵后面的一个位置这是神门，然后呢在耳朵后面呢有一个反神门刺激这个穴位呢，能够帮助特别是有注意力有困难，就是我们说西医说的 ADD ADHD就是过度活跃或者精神有困难集中。用以上的方法呢，对于抑郁症、焦虑症、多动症或者注意力缺乏多动症都是很有效果的。从图片上你们可以看到呢，是一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女孩，她只有16岁，她有困难坐定，而且呢，精神很难集中。他在接受治疗之前呢，画了一个自画像，你看到了非常之凌乱的一个自画像。你们可以看到呢，戴这个磁珠只要5天之后，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之明显的。大家如果家里面有人有精神的状况，或者有毒瘾的问题呢，不要延迟，在社区里面呢。有很多治疗的方式，希望你们能够尽快寻求帮助，谢谢。